好，大家好。我们睡觉之前，然后破衣服，这样的话晾一个晚上，一天一夜差不多就干了。因为这个破柴的活，卡纸上的活不容易干。我们现在就是在这个纸上面，然后用淡墨给它这样。染一下，随便弄，就是你只要搞出一个山的造型就可以了，就是形状。好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可以了，我们搞找点纸。找点纸巾，把这个给它吸一下。因为水分太多了的话，也不好，更不容易干，所以给它吸一下。吸一下。吸一下，然后我们倒点墨汁。倒点墨汁，然后再倒点这种细一点的。然后我们搅拌均匀。好，然后我们就是把这些地方给它稍微的引导一下。像这些地方，现在这个形状就基本上处理了墨的，然后我们现在就是开始加颜色，上颜色。我们弄颜色的时候，先弄这个叫三绿，最好。没有石绿，我们就用三绿代替了。
搅拌均匀，然后我们继续往上泼。有。好了。我们这次换了一个颜色，然后一样的也往上就是继续泼，颜色要搅均匀啊，不然的话干了有印子。就是泼在这边上吧。为什么要泼在这边上？就是不能这里泼一块，这里泼一块，那样就乱套了。我们就是要统一。就是太青蓝，太青蓝，我们就用在这最上面了，最上面这样泼下，把这块蓝色的给它破掉，再加点水，不要加太多了，一下子加多了太稀了。进来，
好，现在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等干了，然后看效果就可以了。现在基本上就看起来黑的地方黑乎乎的，然后不黑的地方也灰不溜秋的，就是看不出来效果。要等到它干，然后就差不多就好了。然后我再近一点给大家看一下。因为它这个泼彩是方法，它就是靠自身的颜色的那种变化融合，然后自己就是融合的，不是一下子就好的。谢谢大家。